又有线索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哇哦！这是最后的线索了，好好把握住机会。所有人，进入密室。把握机会吧，沈腾杨幂。<笑>请大家进入密室。嗯？错了吧？错了。哎，我没有耳机啊。嗯？ 没事儿，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请路人甲路人乙走出密室。在上一轮，你们完成了一项任务，所以你们获得火爆的后槽牙的相关信息。怎么回事？春晚会？2014年。2014年春晚，我好像在。 14年6年前，那这里头没有几个人参加过呀。贾玲啊，贾玲上过，上过。杨幂上过，上过吗？我不确定，郭京飞、董子健都没去春晚，我也没去过。郭京飞也会够呛。够呛啊！花花呢？花花没有，没上。那么早？杨幂面大，我觉得。接下来，请在你们两人当中选择。 隐去其中一人的信息。你看有没有跟你演的演过戏的哪块？白素贞不由得喜极而泣，这跟我搭不上啊。你演过《干将摸熊》吗？《干将摸熊》指的是《王者荣耀》，应该是。这个是说说我的，应该是往那避开了说呗，哈。商量一下。 留下其中一份线索，这次把你的隐去吧，把我的放出来吧，保护一下我。啊，你都露两格了，你再露信息量就太大了，是吧？好吧。请两位回到密室中，所有人请走出密室。 桌上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哎，上一轮路人甲路人乙完成了指定任务，他们看到了火爆的后槽的相关信息，并且选择把路人甲的信息留给各位。春秋时期，干将莫邪奉命为禁军，作剑。干将你会玩不？扎不准。我也不会。不会。 采日出，瑶山之童闭关三年乃成分雌雄，禁军得雌剑，其子得雄剑，世人皆叹天下名气也。这是山西的意思吧？山西是晋吗？又是山西，刚刚苏也是山西，又是山西。俺可不是山西，我也不是山西人哈，我是四川的。这个寓言里有路人甲的名字。 啊，名字都有。采日出，瑶山小小小，请注意，日瑶小啊。中间隔了个出，你可否看见了？你不那这连一块还不得了？这是还能直接写关晓彤啊？啊！<笑>小红，怎么就是成我的呢？春秋时期。 甘晓彤，甘晓彤，山西话说甘。甘晓彤，闭关三年。关晓彤，这个小彤，小彤，你怎么？我真的是，我就说你今天有身份吧？不是我，甘晓彤，甘晓彤，只能看到关晓彤的名字。嗯。 小童也长大成人了，也足智多谋了。我是个好人，姐，我真的是个好人。我们四个见风使舵的人，<笑>居然里面出现了一个足智多谋的。册子里边只有小童一个人的名字，对，所以这就没办法了。是不是因为大家可能智商不够，就看不出来别的人的名字？也有可能。花花只认谁？关晓彤。
好，该小童，该小童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是，还也是我，你看，该小童和施小童，我怀疑腾哥，理由是没有，没有理由，就是看不顺眼第一期哈。但还有他，还有华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刚怀疑我。漂亮，家族内部乱了，这时候又疯狗式玩法，乱踩了哈，乱踩了。哎呀。这几个人能撑到第六集，哎，感谢来的嘉宾吧。这小童我肯定是要投的票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同伙啊，应该是男贱女贱，不会是我吧？公子贱是吗？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，这么重要的人物的发言你们都不听，你们还假装。去看那个本子，你们如果能看出来有别的信息量，你们早就看出来了。我们看出你的名字了，在里面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有个童字，山西话声音童。你看这还有这个呢，子健。还有什么？子健。啊，这个健啊。啊。我就说。是甘晓彤跟子健，你变得也太快了，哥。我觉得子健倒是像了，就顺根爬，真的是白纸黑字儿啊，落上了。另外一个，我也就是小彤嘛。什么证据？就这个字儿吗？这是甘晓彤吗？这是一个人的本儿，要么就子健，要么小彤。你才真太顺根爬了吧你？不是啊，这。这一路看过来啊，佳音哥哥真的就是露相了。怎么了？前面完全没有任何分析，在最后一个环节，哪个人说的话比较准一点，就顺杆爬一路说。因为在他心中，他明明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坏的身份，但是他又说不明白。你看他现在都整不明白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说中了你这个路人爷？我是平民，我不会玩，我就顺着说了，怎么了？而且你指向说我，你得有道理啊！怎么没道理？我们上来拿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土，你看这身衣服，我土是节目组给我的，不赖我吧？这样，来我穿一下。嗯，你看，你把链儿给我，我看一下衣服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。大哥，你也小心点儿，你别太自信了嘛。陈哥，你以为你的气质有多好？我今天我穿这身西服给你一个人看。哎呀！啊！确实不一样，可以。真是人的问题，确实不一样。路人乙，路人乙，路人乙。相思爱情三，听你戴项链了？你一开始都挂满身了，谁说你挂多了之前？那就路人乙了，好吧？我干啥路人乙啊？你土呀？绝对不。经过三轮搜证，相信各位作家对路人甲和路人乙是谁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接下来每位作家请上前投出你认为的路人甲和路人乙。我是不会心慈手软的，完全是尊重这几轮给出来的信息。关晓彤今天真的太奇怪了，真的不是我。我投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他们，他们长得好看。这位已经完全是露馅儿了哈，另外一个没找到，希望顺利能找到路人甲。现在大家面前这两把枪是属于路人甲和路人乙的。首先，路人乙，请上前拿枪。如果说路人甲、路人乙在投票的前两名，那么他将没有资格来开枪指认火爆的后槽牙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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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我就说，哇，真的这么刺激啊？真假的？所以说的土是你啊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你们确定吗？金飞，每次路人甲一出来，观众都看得到的。
哦。搁那儿现场互动。通过今天的游戏啊，后槽牙不一定能找到，但是有一个人，是我们是找到了，找到啥了？路人乙，3、2、1，上前取枪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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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什么？上上上！哎呀，雷佳音呐，你就跟我沙师哥差不多啊！你看那背影，他不吐谁吐？跟小童搭档还开心吗？可以的。哦，谢谢。路人乙，你刚才的公投票数排名第一。我投的是他比小童还高啊。票数内投第二名的人是甘小童。就是那个本子害的。接下来路人甲，快来哥，请上前。腾哥请上前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你？就是你？就是你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又是你呀？早该怀疑他，说那么多。腾哥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就是你，我站队都散了，真的是。最后这些证据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不？最后，不然一晚上睡不着。归根结底，一句短话，一把好剑诞生的故事。哦，我发誓，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，我就不叫好剑，我就叫非常剑。哦，春秋时期，干将莫邪奉命为禁军作剑，世人皆叹天下名器也。我爱喝荔枝味的饮料，爱吃醋，爱吃酸的。然后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人土土，现在这个人看起来土土的，人土土合起来是啥？家家啊。说那个卷发的那个是你的是吗？啊，我的呀，我一往上看不行。那你这边筋膜枪是啥意思？拍戏累吗？你泡脚啊？泡泡啊？艾灸啊？艾灸啊？散粉怎么也是你呢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提醒一下大家，路人甲、路人乙，他们今天的终极任务是找到火爆的后槽牙，并且向他开枪才算成功。我们要不要公布那个我们看到的消息？你们可以说，可以说什么消息？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工作牌，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。14年，6年前，那这里头没有几个人参加过呀。玲姐，你去过吗？我还真忘了，上太多届了，忘了都。小童应该也上过，没有，没有。花花应该也没有，没有。秘密应该上过，对，也是秘密。路人甲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。二舅，我这一枪我也不打你人，我打你鞋。你那天为什么要穿个高跟鞋？你别把人鞋跟打掉了。3、2，我才是夜莺。我去！黑龙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一，摁哪个？还真能打出来啊。疼吗？疼，真破了。你这种碰瓷儿节目组根本不吃。接下来
请火爆的后槽牙向前三步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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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！哇！在你的笔下，路人甲和路人乙总是在结局就领了便当。你本次的任务是隐藏身份，避免被路人甲和路人乙找到。想一个比火爆的后槽牙。我好不好？我帮你挡了一枪，我好不好？我帮你挡了一枪，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挡一枪。我就说他肯定有身份。这个狡猾，太狡猾了！快出他。咱们仨组个战队，不是玲姐，他输了，我们仨赢了。你们干嘛跟腾哥庆祝啊？可是你告诉我们俩，我们俩保护你啊！告诉我们俩呀！他不相信你们，是我们俩也是不值得相信了。其实一开始信息就出来了啊，火爆的后槽牙拼音首字母就是湖北的华晨宇。多聪明，腾哥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2014年的春晚，在舞台上去参加了的只有你和花花。那遥远的地方，我说的是保险杠，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！我的妈呀，弟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腾哥，我就没上过春晚啊。你看起来好像上了好多届春晚。